可是安东尼就算活着，也不保证他可以给我更多那个更多颗火球。那就看谁厉害。出冰霜，出冰霜，他搞不好还是有沉默，然后他可能还是会下那个，可能还是会下憎恨。博士可以出冰霜，出冰霜另一个缺点是我手上就没有冰可以跟末日愿者 combo。点掉，还是不要，不要点好了。差2点生命跟1颗幸运币。我不知道什么法师会带。会带麻风地精，理论上是连法，可是有这种东西吗？或他只带一张这个？要喷红龙点点没意义。可他刚刚不是回到碰到红龙，他有回血，他回到20滴。所以如果那时候不点点的话，会缺伤害来收头。如果我真的要收头的话。应该是说没有办法一回合顺利的收掉他的头，打连法当真。好吧，既然打连法，你就要把钱币交给他。就是打连法的话，我应该用钱币把那只点掉。我不知道世界上存在打脸法这种东西。2个1万火炬啊，超暴力！让我想想。所以是幻炎，然后混成比较快的，应该是还是有带幻炎吧。练之前那一回合我没有点脸没点怪，等一下我感觉要输了，这个是寒冰护盾。哇，当真！可我觉得点我脸比较合理啊。点我脸比较合理啊。
想想。不点脸补完二一，哇！当真抽到了，这你敢信？我再撑两轮哦。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。有难度。等一下，我想想看，我要亚历史灼杀我自己的脸。所以我下一轮要干嘛？我下一轮可能是暴风雪末日原则，或者是冰锥末日原则，或是反正就是冰就对了。我现在手牌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所以我如果不出末日预言者的话，我会烧掉一张牌。末日即将来临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因为他如果点这一支的话，我会抽一张牌。这你敢信？冬木节快乐！这一次。他已经用一张火球跟，他已经用一张火球了，所以他最大的威胁其实是那张巫师学徒。我蛮想知道他那一副有其他什么东西的。他有抽到剩下那张爆破火炬，也算是关键了。剩下那个爆破火炬是3费6点伤害，比火球还火球。有一个寒冰剑来解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有寒冰剑来解飞刀手。双秘法魔像啊！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都知道。其实刚打那个人，我觉得还蛮有可能会输的。这张牌其实他。搞不好征服制，如果你全部带快攻，反而是正确的带法。因为你只要打穿，等于说你只要三副都能够克制到对面的一副牌，你就赢了。所以如果全部都带快攻的话，搞不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刚比赛前我还在想征服制的问题。李诺感觉都在嘲讽我、啊，用石化者被打脸把，用石化石贼被打脸法爽爽捏，化石贼其实有点稀罕的。圣光会护佑我。哇，他这个又是快攻哎、欸。带勇士回应是怎样？哦，有末日预言，我们保险起见，把这个护盾给点掉。7点伤害，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？打脸 Meta 再度盛行啊！不过我现在，哦，我现在只要再抽到一张苦痛就功德圆满了。
其实搞不好点这样就好，不过血量真的太低了。嗯，如果刚刚只是点掉再下这个的话，搞不好比较好。可是我如果只是点掉的话，就要赌它不会抽到关键牌。我绿。继续绿。嗯，红龙。让我想想。继续绿吗？把这个冰起来，所以应该先绿冰锥啊。可以喷我自己。来呀，苦痛！不要隐藏你自己。他应该没有沉默知道要怎么赢啊 亲爱的，哇！天哪！当真？超多打脸的，好扯。还是那种策略稳定神抓，泰斯什么鬼？为什么不直接用火球打博士解掉？如果用火球打博士解掉的话，就算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亚历史灼杀他的脸之后我们还没死，然后神州寒冰剑，然后他没有治疗的话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赢了。所以那两颗火球是我们获胜的关键。其实感觉李诺已经不热了，李诺不在火红。起手流派到底要怎么调整？Nice。好，Nice。
对手一定要比我顺就对啊！我怎么又抄了这么多秘密啊？是镜像，还是法反哦？这么阴险！那如果这里自己下秘密的话，会出事啊！可 以，okay，至少 OK。直接打脸。我蛮确定这是法犯的。所以应该送他这个吧。这样子的潜在威胁是他这个超多伤害，然后我把八点治疗给丢掉。暴风石。现在所谓生刷的话，也没有什么好东西。这么阿莎丽哦。他这个太早下了，他这只太早下了，夏季用兵法吧，现在兵法胜率高吗？因为现在兵法胜率没有很高。对吗？我说，竟然不是镜像。他起手两个秘密真的很赚的，两个那个疯狂科学家，我只能假装他没有火球了吧？他有火球的话，我不知道怎么赢。还是不知道怎么赢，抽抽看好了。
他现在把我血量弄一滴的话，他也算是赢了。嗯。搞不好可以用烈焰清扫。他带两张法反吗？然后带一张法反，一张法反，一张直线。哦，没有破哎！赞赞赞！赞呐、啊！冰霜长矛，还差两张哦，有点难度。像唯一出路应该是李诺吧，李诺或红龙。他现在一定有火球啊！天哪，他这个顺序完全错误。差一张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要怎么赢？到底要怎么赢？神抽末日原则五分之一的几率，好像是我最好的几率啊！神抽末日原则，神抽末日原则之后，我就可以杰克森智慧30滴，五分之一。神抽末日原则，只有神抽末日原则一条路可以选，所以我大概还可以再抽个3次哦，1/3的几率，应该算可以接受啊。这样它可以让我，这样我可以抽4次，可以抽超多次。我的原则，进来哦。啊，学翻了！自己讲。他应该不能够 OTK 我吧？他能够 OTK 我也太不科学了。只要他火球打中我脸，我剩22滴，然后他也有可能有15滴能突发。火球，他已经用掉一张火球了，所以他不大可能有15滴的突发。他有可能有治疗，
这样伤害其实蛮低的，这样应该狙了，这样狙了，应该狙了吧。这样打脸的话，我剩12滴，他有火球寒冰剑的话，我剩9滴。这三小是哪来的？这样应该是这样。这副其实还不错哎。想刚这样做到底是对，不过有可能在神抽下一张火球，就只差一轮而已。他如果包博士早点下，我可能就 GG 了。安安呐，SDDF。我应该改个标题。Well met。三加三加四加四加天生技一等于15。真的，对上，不错。我会以荣耀作战。真的、欸？真的吗？真的、欸？好吧，不好意思，我戳戳的。戳戳的、啊，持续学习中。Well met， 谢谢风龙。前来报道。这秘密正在干嘛？这秘密正在干嘛？前来报道。这秘密是在干嘛、啊？做他出一个秘密之后就一直翻英雄能力哦。像其实有排太多的问题，这不是秘密圣吗？是秘密圣 ，OK OK。所以我会用火球接这个。没有救赎 ？What the fuck？ 没有救赎？
算你厉害，竟然没有救赎。最卡的那种，不可能啊！密圣六费牌，六费以上牌就只有四张而已。王者祝福，超痛！我要他出来帮我坦忏悔啊！就要想一下，让我想想，他要下两张命运，所以应该有救赎。大家要想一下，还是我继续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要相信圣光。这样我就只有暴风雪会一阶。如果是攻击的话，还会触发光荣牺牲跟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。让我想想，把这个苹果放在波段解开，红色警戒。解法。前来报道。可就算这样，我还是跟时间在赛跑。前来报道。报复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他差四点伤害才能打穿，他再一张王子祝福就会穿。前来报道。让我想想，你需要我的帮助吗？啊哈！我可以选择下寒冰护体，觉得下寒冰护体应该比较好。下寒冰护体之后会有可能会死于奉献的。可是这样我会省一张冰霜场吗？撑不住了。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啊，又是10张牌。这样会满。在找末日原则，没找到。这是光荣牺牲啊！他有奉献的话会穿，不过该穿的还是得穿。我也可以不下手下改冰他脸了，这应该是另外一个光荣牺牲吧？好像会有5D 哦，错不错？他顺序错了，他应该先撞。他如果先撞的话，我就只有2滴血而已。帮我拍。想多少伤害啊？18加18加七25。真，但是活不下来啊！就是没有抽到末日原则，没有抽到疯狂科学家，啊，只能赌啦，只能赌冰霜星星吧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如果刚没有烧掉那个。搞不好还有救啊！如果没有烧掉那个，回8滴血。让痛苦跟我对话。时间快不够了，这场你。今天牌也太卡。看起来今天运气都在比赛用完了。但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对手问题，搞到对手超牌都超卡。今天的对手玩脸煞，然后第一场第二轮先组姿势，第二场第三轮先组姿势，到底牌是多卡？今天出超多哎、欸。那就看谁厉害。有绿牌应该没有错。今天唯一赢的。一场是对手第一轮挂秘密，然后翻了三轮的翻了三轮胜那个新兵。我绿。
Enchanted Door. 我靠！ 不给钱币机会啊！我每次都给钱币机会，可是都感觉都被他表。他要让这个进入阴影之中，到底要干嘛？他感觉没有想要现行哎，扯一个。哦，有现行。 所以他还觉得我有可能是别的东西，这是个好现象。硬抽，基本上希望这个，如果说把这个挂出镜像的话，可以用这个主动清他的场。 镜像，我没有横冰剑，这个送你。 再来省一张兵，一苦痛换一火炬，一火球换一岩爆。我再跟这副牌熟悉一下。 需要抽牌。现在获胜模式就完全是靠亚历史罗莎跟大法师安东尼的 combo，缺一不可。 赞！换火炬真的好吗？换火炬感觉不好。 不好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想要神抽火球，不想要神抽一个爆炎火炬，换火炬进来会让有可能会让我们其他牌抽到几率降低。我还有个寒冰护盾吧，没了啊，又没有秘密啦。
贺兰中速胜吗？暂时不会吧。发冲击，没秘密啦。快要不知道怎么赢了，真的各种卡哎、欸！好险我没有留钱币，留钱币我已经吐血，现在安东尼都还没来，我抽。快用他从阿斯爬回阿五，没关系啊，大家想看就玩看。而且如果说要认真准备比赛的话，应该要多玩这一副。然后掉阶并不重要啊，赢得比赛比较重要。哦，还一直说杀，抽牌。我没有伤害啊！真感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这样他如果打这只，我会爆一张牌。现在李诺好用，大法师也好用，主要是要凑到大法师，然后下索瑞森，然后集体降费之后，李诺可以让我回满血。我不能再等了。这要怎么处理？他应该有火球什么鬼的，所以我的守卫生基本上是出来送死的。对吧？野猪。哦，没有解的意思哎。哦，有，算你塞，这样我五滴血。当真大法师，你在戳我啊，大法师。哦，大法师，这样还是二分之一啊。等一下，大法师七费。还是应该先喷哦，好像应该先喷。我带你休息，时间快不够了。怎么都不出大地哦？嗯，大地已经出了。他刚刚解我的。所谓升解的很尴尬，所以说我猜他可能没有办法升解。哦，可以，可以。
即将来临。这应该还好，这样代表他不一定解决了这一只，然后他应该没有回血。OK。假设我点点剩九滴的话，应该也没差。用其他伤害来源，应该说我伤害来源是这个。黄村，你敢信？可以，缓慢上升中，极缓慢。现在大家都会带研磨。